拉一下流血，练一下外通术。下次有没有说可能两只会抓我？ 概率应该不大吧，不过换境很赚。这怪豪的被动有点回血的，前面得压一下。这个时候下次刷完应该三级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来上路，因为线上都快三了，我被小兵卡脚了。 一两级，我眼放这儿的，没有视野，还能四级啊，我得退一下。 抓紧身四级，三级打四级还是有点难，留 EW。每个人都会说，除了某个人。对呀，哎，往我这边走。 这不是害人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点中单？自己要过去，搁那不知道在干嘛。点中单没道理的。来人，接好我的外套。打野全锅。 他没出守望者铠甲之前还是打他比较痛的啊！暂停一下，我热身，打伤了。哎呀，我不回了，你推荐我就不回了，推吧。推不推啊？你这该死的家伙，这恶心谁呢？ 你等着，别被我卡六级给干掉了，我三个名声六。好吧。 不要脸的家伙，玩个中单恶心我，玩个逼你们脸都不要了，还传送到上路，脸都不要了是吧？行，给你了，脸都不要了啊，搁这恶心谁呢？ 石头人把那头单杀了，还真是哦，不知道他怎么单杀的，但是就是单杀了，牛逼啊，石头人。
我们的下路有点劣势呢。他们是换线啦，咱也不知道啊，搞什么骚操作呢？给你开上疾跑了，大胆！耗子也能漏啊，没道理的呀，只有眼吗？那我走远点好了。漏车成二，还真是，不然这把这波能多个长剑的，还真是。别等下差十点伤害就还好，不要刚好差十点伤害就坏了。来、哎、抢他的先锋，抢他的先锋啊！虽然看起来不太聪明，但是好吧。A 先锋的眼，墨索来了，操作一下吧，怎么不走？墨索想杀我，先吸点血。完了，被拉扯了，兄弟们，往后撤，等可血。回头，哎哎，这波回头补他的外旋 Q， 再咳血回口血，被拉扯了一个外旋 Q， 这波差点翻车了，我车。
差点翻车了。晚点出鞋子，刺激的感觉，有点当初的那味儿，可能勉强玩一玩，重回巅峰应该是不太可能。那我看下个版本更新的时候会好受一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下个版本什么可解挺进好像加强了，所以说处境会好受一点。你把E交了，那你塔下是不是怕是待不住了呀？来，可惜差点杀两只。杀了一只有点亏啊。他们拉扯我的技能太多了，应该先杀这个诺手，先把诺手秒了。我操，能把就捅击两个，这怎么像个海马一样，这个小龙。现在海马，这不像海马吗？挺像海马的呀，他这个小花，就是像个海马，他那个头、那个脖子，非常的像。下主播放你的屁吧，你这就是在尬黑了，有点像。哦，谢谢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我真的会谢。我说准备出什么挺进加选手，我塔下了，呜呜呜呀，我操，爽，坐飞机喽，我操，爽死我了！这个配合，石头哥你吃。啊，走了。爆空气啊！没事，我必就要爆一下他，必须要爆他一手，爽了再说啊。他也没吃到啊，那我心意到了嘛，他还没补到就不能怪我了，我心意是到了。
我怎么感觉要成功了呀？我跟一下，我应该要开着他的小疾跑闪亮登场，只一个 Q 闪！妈的，不给我面子！我都往这一站，你还要上？ 行吧 ，Q 闪把我们AD杀了，没办法，保不住了，我们 AD 是回头了，什么段位的？黑铁的，反正都要说我炸鱼了，那什么都都一样嘛。其实也不能算炸鱼了，我这应该是打教学局啊。然后石头哥，我们兄弟齐心啊，来一起吃。 救他！我操！石头哥，一波了吧？给他们，这就是我们的羁绊。保护一下杰森了。 我闪现一打，对，操！还差一枪 ，biu， 完了！啊，我这一拳蓄的力不够呀，没什么伤害呢。操作，坏了，卡莎拿了我的，我这一拳没打到正环。 打他正环应该是一个500左右的伤害，不行还得找我的石头哥啊！没有石头哥，我有点拉低呢。一下一拳多少血？1400滴血。看上去很多，但其实不多的。一拳都打不死人。得再来个血手。只是看上去很多，其实不多的。 真不多，那诺手都要3000滴血了，1400打他1半血都打不到，一个 ADC 都有1700滴血，打到正环都打不死的，我打到爆，打两个，一千多血，一拳两个，一拳两个，打不回家，打着杂人还是有点小痛苦。 怎么说？把他唯一的门牙塔给拆了！抽兄弟们，我给你一拳！谁在送血怒？是谁？说话！053男枪出列啊！ 我啊诺手，很聪明的，都不给我啊！不给我啊！我要拆他们基地的，给不给我啊？不给我啊！不给我啊！弹死你！给我啊一下！呜呼！爽！为什么不给我啊？诺手，嗯？ 给我啊一下，怎么了？一直不给我啊。
给石头哥点个赞。